都已经知道，我们也不要故作神秘了，好吧？包括在大家的青春当中，在大家的人生当中，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会有很多的闲言碎语，很多的失意，很多人在后面诋毁你。那送大家一句话吧，就是路边几条臭水沟，不会江河万古流。方舟子可能也在家里看直播呢，所以我们跟方舟子说句话吧。因为这个其实是李娜导演送的一个礼物嘛，这个因为给 USB 的，其实正想对他说这三个字 USB。我怎么说了？你也忘了？咱们今天活动到此结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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